我是王瑞瑶，现在人在澳洲一个叫做 Thomas Up 的一个农场里面。这个农场很有趣，这个农场呢，他们开放了一栋建筑来给大家作为民宿使用。现场有好多免费的特别来宾，因为大家呢是一起来到澳洲来参访。请看一下这个民宿，这个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一个以前的算是他们居住的农舍吧，然后也给大家看看澳洲人的生活。请看他们用的是电风扇哦，然后还有这个哦，这个我还没拍，他们也有老电话，也有这种老的黑胶唱片的唱机。一进来呢可以看到是他们的厨房哦，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厨房。而且呢这个民宿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设备是很齐全的，有没有看到？我自己觉得有东西想要买，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很帅？有没有？我们的厨房里面会钉这些东西吗？大家可以听到有人在弹钢琴，因为这里面摆了一个一百多年历史的一个钢琴。为什么知道它是一百多年历史呢？因为呢，它的钢琴上面有烛台，有没有看到？所以可以从烛台来断定它是一百多年历史的钢琴。刚刚有人问说会不会有声音，有啊，其实刚刚有人在偷弹，很好玩。好，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房间。这个房间哈、很惊讶，因为呢，如果很多人来的话，一下子就可以住这里面，有没有很像一个通铺的感觉？而且对我来讲，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外面就是窗，而且呢是木头，可以看到它整间都是木造哦。好，就到这里来，这里有一个卧室，一样的电风扇，老阿嬷等级的古董的梳妆台，好棒的一个民宿，对不对？好，这个其实是来到了他的起居室，就是他的客厅。我们家的都会，但是比较会讲。看他客厅的这个，这个地毯。好，紧接下来要进到主卧室，请看这个主卧室，开灯给大家看。在这个主卧室里面呢，好棒，我好羡慕澳洲人哦。你看被子都不用折好，床褥也不用铺平，感觉就很舒服，而且一样是一个木造的房子哦。木造的感觉，这是主卧室的厕所。看一下远处那个挂毛巾和这个架子，有没有？窗外的感觉是最棒的。好，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算是后面的走廊吧，好爱后面走廊。嗨，玉馨，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是王瑞瑶，他是玉馨。好，给大家看哦，你看他这个后面的后廊这个部分，有没有？他摆了好多椅子，椅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看风景。啊，天哪，这个风景这么美。这次呢是跟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的人一起出来。Okay. 这位是女主人，年轻的第五代女主人。Hello, say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高兴，你看，我就好喜欢它后面这一区。有没有看到它把外面的风景跟这个民宿跟这栋建筑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有没有很棒？很棒哈！住在澳洲的感觉有没有很棒？我是王瑞瑶，拜拜。